大家所熟知的黄金左直人民艺术家。漂亮，控住台内球，许昕反手的上手，这一场的关键看看徐英斌能不能把许昕拖到相持环节。哇，这球，哇，反抛球，哎呀，这球没上，短许昕上手，不错，我上了，许昕反了，这就台内侧身，哇，两个大脚，他没有那么快，而且反手的上手质量也不会那么高，所以说对于直板运动员来说，更多的都是靠正手去得分。哇，好球，正手位开住以后啊，反手也是护了一把，这球许昕也是自己喊起来了，现在许昕拿到了局点，哎呀，可惜，徐云斌。出来！哇！侧。
控制住台内，水星的上手，徐英斌的高抛发球，反手的顶拉上手，最后第二局比。第三局上来，徐英斌的哇进入到相持。放高球又来，哎呀！看看许昕的这个发球，关键是看徐英斌能不能形成上旋的这样的对抗。漂亮，拎起来，好球，这不占优势。那么只有在第一摆形成上旋球的一个对抗，才能把徐英斌的球给发挥出来。徐昕的高抛发球，反手拉住，哇！反手拧起来，再给回到徐英斌的反手位，徐昕许昕的发球，踹！正手拉住，反手切了一把，再上。徐昕拉住反手，徐英斌的这个球，哇！哎呦，还有，试了一个短。这球不得不说，徐英斌真的打得太灵巧了。看到许昕被调动退台之后啊，这球是主动上前迎，吸了一个短。
哇，感觉现在许昕还是在体力上有所下降。现在是徐云斌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，樊秀鼎了。那么第四局比分11-3，许昕还是要重新回到前三板上。因为许昕这样的打法去建立优势，才能给予正手有空间，才能去拉。哇，好球，拉住！退！抓来，开马！走！徐云斌的这个发球，许昕提前侧身了。这球其实是算，许昕撤垒，徐云斌的发球撤垒，控制住台内。啊，徐撤垒，徐云斌的发球，这球，许昕的发球，双方的比分8-8，来看看这个关键球的处理。但这球分还是算了，徐云斌现在9-8领先。哇，好球！许昕的发球，本盘比赛的盘点，漂亮！这场球双方都尽力了。